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伯克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假面骑士 Cachado 的 Cachado G 驱动器。对，没错，这环境二的话已经出了很久，可是我这个频道没有介绍有关假面骑士的东西。对，身为一个爱好喜欢英雄的我，就是一定要介绍这个假面骑士的东西，一定要的。首先的话，就看这个驱动器来说的话，全部都是整个橘色的，还有一些黑色的部分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卡恰多的脸，没错，前进那个眼睛的话，就是他前进那个箭头就是他的眼睛。他们，我总觉得说他们前进箭的箭头是代表勇往直前，不怕困难的意思，就是前进抓住你所谓的卡恰的意思，就是抓住你想要的梦想。啊，废话扯远了，再来是他有附带这个收纳卡片手环的，以及它有这个扣环。对，这个不用介绍，这废话。好了，我们来驱动看，我们来变身看看。Oba One， 哎，我忘开机。好了，变身。没反应，等一下。另外一张蒸汽列车，变身，好了，简单来说的话，这个先拿出来一下，算。简单来说，装废后的话就是一张假面骑士的脸，两张卡片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一个卡肖假面骑士的一张脸。对，就是炼金混合术。对，就是出现这样。好啦，就是必杀技，我先打开一次，合并。以上这个就是卡恰德的介绍，我得拍快一点，其实很多张啊，可是我的储存没有那么多，就只能先这样。好，我是伯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